过来放来，继续下面。干嘛？这被子真的火了！天哪，这哪有拆了？不好意思，停一下，能别让卖包子砍了吗？谁？不好意思，受不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终于知道我的笑点在哪里了。啊？因为你说话太唐突。我有什么错？是有点悟空。师兄，你这是干嘛？好嘞。没事。行 ，OK， 很好。好，一起对。如果以后的日子是这样，真没法过。真是心里好真实哦，不会太惨。没事吧？我觉得主要是那突然一回头，很有魔性。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替他向我道歉？